这个视频展示了中国的一个渔港制冰厂。在机器交付一年后，我们对客户进行回访，现场可以看到多台制冰机并列运行，同步生产，错峰收货快冰。由于厂房空间紧张，制冰机之间距离较狭窄，厂房空间利用率非常高。现场只有两名工人在作业，负责每天150吨的制冰任务。制冷快冰机具有环保、节能、自动化程度高和生产成本低等典型特点。对于场地受限的大型制冰企业，我们根据现场条件进行定制设计，合理布局制冰机、冷库、传送带和碎冰机等设备，优化快搬冰、碎冰和入库等流程。客户需求包括快冰和碎冰两种产品。当传送带向两侧移动时，直接将整块快冰传送到冷库，由工人进行码动。出冰时直接从冷库发货。当需要碎冰时，横向传送带向中间移动，将快冰传送到提升轨道，提升轨道再自动将快冰投入碎冰机。整个生产过程非常稳定高效，传统的工人角色已经转变为监工，他们站在一旁监督机器的工作。